Hello， 我是阿金，欢迎来观看这个是 PS4 上面新出的一个 Silent Hill 的预告试玩版的游戏。我在一间地下室醒来，有蟑螂陪伴着我。然后开始玩之前，这个游戏在最后的时候有一个预告片的动画。那个动画我不会录进去，它动画就是以《阴尸路》那个十字弓主角叫诺曼，他会是这块新《沉默之秋》的造型人物主角。直接开始玩看看吧。操作蛮顺畅的，试玩版也不用说太苛责。哟，场景好真实，好棒！我听到收音机的声音，等一下我试看看其他按钮有没有用啊。虽然是试玩版，好，按下去可以拉近镜头。现在是11:59，我可以踩玻璃吗？不行。这个地方应该只有一条通道，对不对？而且收音机在报道着一宗很像谋杀案的案件。嗯，他说在凶案现场发现他老爸的车子。案发当时，邻居有听到大叫的声音，好像是男生，也就是家里主人的声音。门开不开？怎么像咯叽咯吱嘎叽的声音？State police say this string of domestic homicides appears unrelated, though it could be part of a larger trend such as employment. 不要吧！我对这种轮回的游戏方式最感冒了，因为这种轮回的方式到终点的时候，都会有东西在等着你。开门不行。玩到现在，我并不知道有什么故事的节奏，啊，就是在形容报道中的凶杀案，凶手好像就是他爸爸，啊，开不了门了。哦，原来那嘎叽嘎叽的声音是我头上的台灯啊！好大只蟑螂，这是蟑螂吗？不要！说真的，那个门会开吗？拜托了，不要了。我可以不要进去，对不对？可以跑吗？不行。那边就回去了嘛，那边是我出来的路啊。开门。开不开？走下去吗？欸，全部都死路了。看向窗外，不对，窗外都是黑的，看不到外面的景色。一堆垃圾在桌上。电话看起来也不能拨。前面的门开了。又轮回了一次。
那间房间是不是有人在敲啊？好大只蟑螂！哟！我很担心我东西冲出来。这个门的确是开不开，没错。上面好像有二楼，看不太清楚。这是第几次啊？这是我第四次经过这间房间吗？这个通道，这个走廊，开门，打不开。先躲边边再说。啊！后面的门开了，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应该不会有 jump scare， 对不对？谁在哭啊？好，我先生，开门吗？不对。我好像可以看进去，但是啊，不要啊！先跑再说。好险，刚刚那个画面，他没有全身冲出来，这算是，我是不是应该庆幸一下？有点吓到，真的有点吓到。好大好大蟑螂！蟑螂现在是我在这个空间中唯一的朋友。而且那个房间看起来像是厕所一样，是不是那间？哦，不要！嘿，我一定要过去，对不对？这是我的宿命，这是试玩版的宿命，在一条短短的走道上。谢谢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应该往回走？我应该往前走还是往回走啊？对吗？好令人发毛的声音啊！直接走啊！我不能跑！哎呦啊！不要一堆小强，不要这样子啦！第几次了？我已经想不起来了。嘿，嘿！感谢你帮我开门啊，但是我不想进去，先往前面走看看。一本道，没有支线的一本道，能进去吗？好黑哦！天啊，真的。现在干嘛？我进来了，镜子吗？不对，什么也没有。出去，这边好像会有东西跳出来，不过没有啊。哦，原来手电筒可以捡啊！好，好亮，突然刺眼了一下。Shit！ 开门一下，不行，这是我。
我看不清楚自己的脸。做得好。哟，这看起来像是沉默之丘的怪物，然后是这是婴儿啊！有人开门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没有地方可以躲吗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自己进来的。我有锁门，对不对？躲旁边。我觉得音乐怪怪的、啊，这个不是软体问题，这是场景音乐怪怪的，怎么回事啊？不去吗？哈喽，啊，那边门开了，这个我就不管它了吗？这个看起来像是怪物的小孩，应该是刚刚那个女人生下来的。我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着什么。啊、可以看啊，又轮回了，但是这次前面的光线不见了。新闻又再一次在播放，好像内容是一样的。后面一样没有东西。厕所进不去了。收音机里面好像伴随着其他的话。天哪，我的手电筒照的距离好近啊！有人在这个照片上面画上了叉叉。204863，他在我左边后面，他叫我看后面 ，Look behind you。没有东西啊，没有东西。我刚刚做那个往后看的动作，我整个身体汗毛都站起来了，而且没有东西。收音机报道里面掺杂了另外一种声音。又重来了一次。他说不要碰那个号码，我们现在才刚开始。你不能相信什么水。桌上是有钥匙。又来了，喂！啊！啊！204836，哇！我就这样挂了吗？我不能动了，太恐怖了！这个试玩版《沉默之丘》什么时候变成这么直接的恐怖了？我又在地下室再一次醒来，这是重来了吗？不对，我这次有手电筒。包包，这个包包让我有不好的预感，里面好像渗着什么液体。再出去一次看看。哟。我刚点照片，结果把那个照片上面那个人戳了一个洞。
后面那扇门关起来了，继续前进了。他每一次轮回好像都有不同的东西可以点，可以观看或者是去按。一条走道就可以玩出这么多花样，太棒了！天窗掉下来了，等下这边有写字。I can hear them calling to me。嗯，闹吗？我可以听见他们打电话给我，或者是召唤我。不要再回头了，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头。原谅我，丽莎。他说原谅我，丽莎，我身体里面有一个怪物。我觉得我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就是收音机上面听到的谋杀案。那段字就是他老爸写的吧，然后他老爸杀了他的家人，前面一定有东西。不会吧，前面变红色，那个光好像是从……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是从上面滴下来的。这个光让我想到沉默之丘的记录点，不过在这里绝对不是。我是不是应该小心？等一下，直接走过去应该会挂、啊。这边进不去。这是冰箱吗？里面听到婴儿的声音，然后滴出那是血吗？我走过去可能会被压死。不要不要。哎、欸，他说父亲杀了他们家的家人之后。他自己好像也上吊了，我没有听清楚。可以走过去吗？上面写的字是一样的。讨厌的红光。为什么一直有那个小孩子的声音？东西在上面绕，刚刚那个冰箱还在上面绕。厕所可以进来，然后没有东西。恐怖游戏中的厕所一如往常的脏。刚刚那个怪物小孩好像是要出来，是不是？可以不要理他吧。有，我在找线索的时候，你不要出来好不好？啊，我耳机会抖动，他会过来吗？好恐怖！我在这边到底要该怎么办啊？总不可能让他咬吧？墙壁上有一段字 ，Hello， 我觉得我出不去了，我在这边绕超久。A 楼不见了 ，A 楼，这次那个女鬼应该不会再从后面过来了，好恶心啊！一个一不见了，变成 H 喽。拜托不要出现！天哪、啊，他出现的时候，他抖动的样子真的超恶的。low lo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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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w。正欧了，欧欧。谁在我后面笑啊？
我可以听到他们在地狱中呼唤我。不要，不要回头了。后面那扇门好像关起来了。婴儿声不见了。啊！开门，不行。这个好像电影中的招魂灯一样。我不用你收音机了，对吧？可以直接走了吗？我不想在这边待下去。哟，我怎么突然跑起来了？这是啊？这些话超恶心的，有嘴巴有眼睛。等一下，这个门可以开吗？我视线毫不明糊，毫不清楚，好像还在同一个走廊中晃，但是，欸，这是大门啊？我搞不清楚现在在干嘛。好像听到后面收音机响起来，墙上有洞，哎，可以看吗？偷窥一下。这个空间好像跟我现在的空间不太一样啊。我好像听到有女人被丢进厕所里面，但是看不到。我懂了，这个是报道中他们那一家之主杀他们时候的情况。我听到了那个时候的声音，但是我却没有看到任何的影像。他说：“你被人家炒鱿鱼了，所以你又借酒消愁。然后你的老婆在杂货店工作，做了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。然后他说，因为老婆工作地方的好像经理吧。”偷看他，所以他把他老婆杀了。我没有看得太清楚，我现在只想离开这个鬼地方。这一切都是因为酒精的麻烦。我终于重见光明了吗？而且我到底扮演的是谁？我就是杀了全家的那个人吗？开不开？好，我手电筒不见了。哇，很明亮的时候会感觉比较安心。之前的黑暗的场景让我实在非常不安了。黑妈妈的厕所应该没有东西了，出去。不行，锁住了。不对，哟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不是我 PS 要爆炸了，这个好像是画面的特效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难不成我现在跟？Miles 一样是拿着摄影机在探索这个地方吗？然后突然陷进了一个无限的回廊中之类的。204863是那个收音机里面一直叫我记住的号码，是要我打电话吗？啊？他说
他说你会玩这个游戏，一定是在20年前就已经决定好的命运，你一定会来到这里。结束了。这上面是说小心，门上有一种裂缝，它会分裂真实世界。唯一的我是我，你能确定唯一的你是你吗？啊？我的光线怎么变得不太一样？就是，完蛋，越来越搞不懂了。蓝光，再来黄光，要在这条走道上开趴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一样。哎，真的嘞，变红光了。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重来了还是继续下去。这个游戏真的让人非常的迷失啊。应该是白光。我在这里真的过了5个小时之后，才发现怎么解。像刚刚听到那个婴儿哭声，还有这个电话声，都是随机触发的，它没有一定的条件。我看了好多的影片跟攻略，听到婴儿哭声之后，电话响了才能接。然后我现在怎么又接不起来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我没有按钮，叫我按啊！我只能按 L3 去盯着电话。哎，他说我被选上了，听到门开的声音了。左边的大门是锁着的，没办法出去，直接走下去看看。没了？没了吗？沉默之丘试玩版。在刚刚我走出地下室大门那边，就真的结束了。那后面就是科纳米公司他自己的游戏预告片、宣传片。那边我就不要贴上去了，因为一定会有版权。而且科纳米已经送我很多版权声明了，我真的要谢谢他，所以我不想再增加这么多版权声明。那段预告片可以在网络上搜索到，很多人都有上传。然后。沉默之丘的试玩版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它没有确切的上市日期，那等它出来之后我一定会玩，所以大家不用急，也不用急着一直问说什么时候上市，我也不知道。 OK，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